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同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由澳门特别行政区中国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澳门各界青年组织活动筹备委员会联合主办的新时代同心行学习参访团日前圆满结束，并于8月3日下午在澳门综艺馆举行《我和我的祖国》主题会，展示学习参访团的所见、所思、所得，旨在弘扬爱国爱澳的光荣传统。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崔世安、澳门中联办主任傅志应在内的新时代同心行参访团全体参团人员均有出席。崔世安在互相致辞时表示，主题会分享参访心得，同时亦都将中央政府、特区政府、社会各界对澳门青少年的关怀、帮助和工作进展客观展现。我和我的祖国主题会把学习参访的心得体会和核心的精神带回来澳门和大家分享，亦都把中央政府、特区政府、社会各界对青少年的关怀、帮助和工作进展进行客观的展现，目的就是为了我们澳门的青少年更深刻理解我和我的祖国的关系，以青春奋斗之我建设美丽富强的伟大祖国。主题会以视频短片、合唱表演、嘉宾演讲、青少年分享等形式。作为一名伴随着这个国家工程一起成长的建设者，我很自豪。今天呢，我有幸呢站在这里，和大家共同分享我眼中的这个天眼的故事。伴随着自我的不断成长，我渐渐地意识到，这个小球带给我的，除了上述这些，还有责任和使命。大家好，我叫林家全，我的工作是一名机长。我今天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逆风追梦，为澳飞翔。展示出参访团在五地的经历，同时在会上签署了澳门与内地青少年创新创业加入粤港澳大湾区青年行动联盟等领域的合作协议，最后以大合唱《我和我的祖国》结束本次主题会。